伴随着 CK 战队的一场大胜，2020年 OPL 全国总决赛的入围赛也正式落下帷幕。随后各战队都要开始积极备战接下来的比赛。从入围赛的成绩来看，目前 ZGDX、 CK 和 YQCB 齐头并进的趋势十分明显，而这三方不管是从战术还是首发人选上都有一定克制关系。按照我们之前的分析预判，第一轮比赛对这三个强队都比较简单，CGDX 应该可以顺利拿下蓝战队，而 CK 虽然第一轮就遇到了传统强队 Fnatic， 但鉴于杨石人本次入围赛的表现，我先压一个 CK 胜。如果 CK 能顺利拿下 Fnatic， 那么 ZGDX 就要早一步遇到自己的传统对手 CK 战队。CK 战队，老对手了。他们每个人的特性你们都很清楚，他们跟我们都是五五开的节奏，尤其是杨神进入淘汰赛以来状态出奇的好。怎么样，有信心吗？有。我怎么觉得有点慌呢？哎，不慌不慌。紧张吗？嗯，别再咬了，嘴唇要被你咬破了。好点了吗？嗯。亲一点口红。腿还软吗？啊，要不要我抱着你走？有我在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OPL 全国联赛 CK 战队对战 ZGDX 战队的比赛现场，我是本场的解说阿恒。大家好，我还是依旧帅气的解说员硕硕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已经就位，马上开始本场比赛的 BP 环节。荒川，预早前还有九天给搬掉。 CK 战队是搬掉了荒川之主、预早前和九天童子，看来还是比较忌惮中路的。没错，看来中路还是比较强势的。好吗？我们搬掉青房主和绝。好，那我们把山峰也搬了吧。 ZGDX 这边是搬掉了绝、山峰还有青房主，把公会拿强了。哇， CK 战队的一楼抢到了孤鹤鸟，简阳拿了孤鹤鸟，可以，这很 pass。 哎，你的少女日记本里面有没有记这一点？能不能先把少女日记本的问题放下？吃醋也要分场合的好吗？同样，对方把荒放出来，要不要拿？荒打轻击好打吗？感觉有点难啊。好打啊，只要荒的 AD 是 Smiling 就好打。哇，陈哥，你这话也太膨胀了吧！同样，你这是被我们陈哥逼上梁山了啊！为你点一首好汉歌，来 ，MC Cat Drop the Beat。大河向东流啊，天向西去，三杯斗啊，嘿嘿，三杯斗啊 ，Everybody follow me， 嘿、hey ，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我们不行，上赛事语录啊啊！真是个没有情趣的男人。陈哥、小胖，你们要给老猫老 K 选择般若和夜叉。好。打野夜叉，中路选择了荒，下路二人组分别是妖狐和一木莲。CK 这边呢，上单选的是慈木童子，打野位是孤鹤鸟，中单轻击射手阵，辅助是黑童子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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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明星哥哥慢点走啊，小心一会儿摔的。哎，杨神来上路了。上路小心，打野摸过来了。那你怎么还不过来保护？不是说好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吗？可是路很平啊。我也来了，我也来了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咱们来个上中野联动。果然最先放心不下老帽的是老队友。掉了，朋友们。最近第二次的中上线，先撤吧。我撤了，我撤了，好好退一点。我撤了，撤了啊！哎，杨神和郝云来谈血顺，上野交顺步了，不用来了。可以啊，这小铁跑。交顺步不杀，江湖规矩。行，这波兵线推进去，他吃不到，血亏。顺步没有，暂时不用担心杨神 gank， 成哥可以安心的虐蝴蝶了。可以，这样我就很舒服了。好好打着比赛，开什么黄腔啊？我很正常的说话呀。那只能怪你长着一张流氓的脸，说话的时候像是在耍流氓，不说话的时候像是在蓄意耍流氓。我六级了，我六级了，来，我传下路。轻机到六级了，你们小心点。哎、六级了，直接传下路支援了。哎，撤撤撤，小胖跟我走。撤撤撤撤撤撤撤，帮等一下。杨神也赶到了，打二拆子曼和小胖危险了，小胖帮拆子曼挡住了伤害，被秒。不过还好是保住了拆子曼。Yes， 那就看可以啊。小花这一步飞下还是挺果断的。哎呀，没事，咱们中单还在上路蹦呢。小胖觉悟挺高的嘛。没事，胖胖，我们还是爱你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上路啊 ，Smiley 摸过来了。哇，越塔枪杀上单会。没了，这波复仇不亏啊。漂亮，不亏不赚。辅助换上单，你是不亏，可是我的中路兵线啊，哎，我这太难了。他们中单小花在线上不见了，你们小心草丛。哎，下路也不见了。发现我推进去，怎么？撤！撤！今天的奇遇队全部到了上路。哎呀，老猫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呀，直接被秒掉了。漂亮漂亮！我长得帅也太针对我了吧？你怕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？啊，这么明显都能被抓，老猫果然是年纪大了，反应都变慢了。哦，我没说你啊，看一下，人头比4-2，咱们领先两个人头，经济居然不如 CK， 亏啊！如果这时候能打条蛇就好了。嗯，来，我们大蛇坑旁边蹲一下。我来了，陈哥。老猫，开大直接上。对面这波大蛇怕是要被秒了。直接开大，控制杨神，杨神放出任何的技能了。杨神，哎，杨神是被秒掉了。哇，太！现在就看老王的了。老王也被秒掉了，小花也被秒掉了，这是极限的操作呀！抢生抢生！哇，这次 DS 成功，漂亮！这个才叫真正的一流团队的配合呀！无论是 CK 的中路，还是 ZGDX 的分流抢资源，真的精彩，非常精彩啊！全体团一波，团上去，团上去！直接点，直接点，直接点 ！ZGDX 已经开始推中了。CK 这波看来已经回天乏力了，看来是真要准备一波了呀！天爆了！恭喜 ZGDX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！